优雅台语水，上界好听是台语。阿静新的报道，故事历史，予你听个上欢喜。欢迎收听阿静新的报道，我是当牛，我是阿静，是阿静新的咱节。顶抓有讲到破刀对吧？哦，讲到这个两字的、加三字的，拢是滚生笑，也是讲咱咧开讲聊天，较新鲜的。无营养的话，安尼就对啦。个无营养的话，今日讲的有营养的哦。是，唔过无营养的话，互你也开怀大笑哦。啊是啊，讲顶抓讲较济啊啊是啊，别讲到这个破刀这两字。安尼吼，到底要安怎解释？你讲破刀的进程哦，张牛。你敢会记得咱顶一遍的讲十二种的时候，你几种的？客气啊，客气啊，客气，不是客气，哎，不是客气。你看安尼笑，安尼就是咧，就是咧开讲，都在聊天啊。而且呢，当科这听众朋友，你也当和你卖老年痴呆吼，头脑较活络的吼，嘿，是，你记得安尼？你记啊哈？嘿，无啦，有啦，有几项啦，哈，冷笑话啦，话好难啦，哈，啊，这个各是个啥？你看我改技能中，所以那个是这正常的，哎，这足正常哦哈。嗯，啊，所以咱特别搁留一遍好不？好啊，搁来留一遍。来，那两字呢？从开讲、尾先、脸先、破刀、怕胆、拉天，是哦，安尼几种啊？安尼几种啊？六种啊？哦哈，两字的六种。啊，那三字的嘞？拔翠花、怕拉凉、攻拉天、脸消微。公王话拍嘴鼓，搭嘴鼓，画好难，卡好难，画好难，绕下海，拉低赛，拉低赛。哦，安尼拢总，拢总十二种啊，十二种哦，系两字的六种啊，迄、那个三字的十二种啊。啊，拢总十八哦。嘿，对。啊，不过老师，等下这部了嘛，各个问我一遍，我嘛是有完未结的。要紧，要紧。哎，你会记这些破道安就好啊，哈。是是是，好。啊，所以咱定咧讲哦，讲哦，假地脸消为消欠怕拉凉，哈。啊，所以这不是歹代志，哈。嗯。这有哪时也是，有当在你生活中哦嘛，这嘛是种趣味代啦，哈。生活压力较大，爱好家己一个较欢喜。对。好，啊，咱来讲这个，先来讲这个故道，哈。故道哦。故道哈，故道我知呢。巨豆对不对？巨豆是咱读册选迄个豆点嘛。哟，安尼就安尼来好讲啊。哦，巨豆，古早的这个经典的文章，敢是无迄个标点符号，无迄个符号对不对？嗯，那规个拢字对不对？嗯嗯。啊，所以吼，要先学读册，囡仔先，伊敢是爱心学一下故道。是。什么故道？这道路都要停落来。多几位爱停，对，啊，多几位爱结束，结束吼，咁是安尼，即叫做故道，嗯嗯，哦，故道就讲有一个段落，是，哦，有一个段落，嗯，哦，啊，故道即个故吼，咱讲叫做圆口啊河，嗯嗯，句号，是，圆口啊河，嗯嗯，还是讲叫道啊河，嗯，迄个句点，咁是想一个道啊，一个道啊，对对。好吧，一道一道啊嘛吼，啊你前要读的，要读进前的时候，你先这个基本的功夫你也会晓嘛，你也会晓，什么时候要用圆口啊好，啊什么时阵呢？啊爱用这个这个倒啊，不是停落来，停落来，这能够顿号。哦，顿号哦，这款的物件对不对？哈，是，好啊，这个顿号就讲顿点号啦，哈，顿点号，顿点哈，无顿点号来个标记啦，哈。安尼了解什么叫巨刀嘛？哈，啊，这故刀哈，啊是安尼来叫破刀，是讲你是不是破的时阵，敢是安那？安那讲爱开破，你要了解这意思的时候，爱甲开破嘛。嗯嗯，你会晓故刀了先过，你是不是爱开始啊？这个故刀了先，你是不是爱去开破？真心是不是有人讲开破？开破好听嘛？哈，然后我讲你安慰什么人是啊？开破好听哈，哦，所以嘛讲开破，完全拢讲开破哈。要跟阿姐这里不能讲白音，不能白音没关系 ，OK 哈，开破开破哈，嗯，阿讲甲破开，是，对吧？甲解释好，分析好听就对啦，甲偷白啦，甲偷偷开啦，嗯嗯，偷开，嗯嗯，啊，所以破刀的时间是两个人，嗯，在讲话当中的时候，对方咧有疑问。啊，是有一挂问题的时阵，哦、我透过这个开讲、这个聊天的当中的时阵，哈、啊，是讲在聊天的时候，我不爱用足正式，我唔是用医生对这个病人，我嘛唔是用老师对学生，那是用朋友之间，哈、我搁讲一挂道理，互你听，搁甲你开破这个物件，是，安尼是咱就讲叫做破道啦。
所以就是拉低赛来的，唔够地学性的意思吗？安尼来讲啦哈，咱感受讲真济，讲这个什么开杠啦、危险啦、哈、破刀、怕胆啦等等哈。其中来讲的时阵哈，开杠哦，这是较中性的，嗯，就开杠嘛，就聊天嘛，开杠这中性的啦哈。果然呢，像迄伟仙啊，伟仙在咧讲一个新鲜的故事嘛，咧讲迄讲迄迄十三天地话呀，哈，飘渺，有啦有啦有啦，连仙嘛有啊，哈，啊，啊，啊，讲怕淡就讲内底无内容的了，对啦，哦，啊，纯粹是咧消磨时间的嘛，啊，甚至讲咧讲咧咧搬翠花啦、怕来凉，这种比较啦，拢较无遐正经啦，嗯嗯，破刀咧有淡薄啊正经的讲法啦，就是伊敢有内容啊，你嘛，对，啊，所以咧讲来讲破刀，因咱讲的即个。故道咧，拢是唔是拢有内容的，对不对？咱这部唔是咧拉地赛，唔是干那心思干那注意尔，对不对？是那有地穴，对讲系内底咧有讲出一寡即个文化的即个背景，哈、啊，所以吼、破刀变阿啥？破刀、就是开破，就是开破，迄、破嘛，哈、破掉的破。啊，刀咧，刀就是咧啊，有两种写法，第一就是写迄个读书的读。哦，读书的读，它是剧斗，对不对？对，伊嘛是有两个头发嘛，读书的读嘛，哈。啊，但是加一条剧斗的斗。所以迄个字是加一条，迄个刀哦。刀哎。啊，那这个吼，你第一它有两个音，有三个音啦。一个文音，一个白音，叫做读册读。啊，那文音读做读书的读读。啊，那高破音呢？啊，叫做刀。老师，下面叫做高破音，高破音就是华语来讲叫破音字哦。啊，第一叫高破音、啊，所以它叫做剧斗。另外，伊家都叫剧毒啊，哦，读剧斗哦。哦，是是是。啊，因呢，我头先讲过啊，咱在读这个古文的时候，读这個经典的时候，敢是拢爱安那爱有一挂这个依靠号，对不对？还有这刀啊号，还有这顿点号，对不对？啊！你看，规本册哦，规篇文章，几啊万字，几啊千字，真敢是拢安？一考二，一考二，一考二，敢是像一粒豆啊，一粒豆啊，一粒豆啊？是。敢是我想咧破刀。哦，意思足济就对啦。你是篇文章内底敢是有几啊千字、几啊万字？啊，我因为我要睇以前，我真爱记道嘛，我真爱了解倒下，我爱顿点倒下呢，我爱这个一考啊好，我爱用这豆啊好，有无？用句点嘛，哈，有无？啊，是不是规篇文章看起来哈？就拢一撮像我一挂豆啊，你有无吼？我特登我只破豆，所以近卖吼，咱的教育部公布的用字，伊用豆啊豆，那是有理，嘛是会使，对，伊是会使，嘛是有道理的，因为本来叫豆啊好嘛，都一个句点，就点像一只豆，一只豆，一只豆，一只豆啊，对嘛？对。哦，安尼有来电吼。是。所以因为平时咱看拢是这个逗点的逗嘛，吼，逗号的逗。哦、所以其实应该嘛是这个毒啦，对，是是是。就是所以目前呢，咱看有人在写这个故，这破刀的刀哈，啊，伊有人写这个毒素的毒，啊，这个嘛读作刀唔对，因故刀嘛哈，啊破刀嘛哈，啊，唔过教育部字典即卖伊公布的是刀的刀，因伊个像刀啊号嘛，是，就我咧将这刀啊吼，甲破开啦，好不？咧开破啦，是，哦，你个用个开嘛，对不对哈？哦啊、所以有上面的有破开有开破这个意思，所以咱讲诶，刀唔得会当开破嘛，会当破开嘛哈。是，所以咱破刀这个刀其实就是迄个人讲诶，老师讲诶高破音，吼、喔，就是读书诶读，吼、喔，人讲诶，讲一讲句逗嘛，对，吼、喔、啊，其实嘛是这个读书诶这个句逗，对，啊，所以咱这样破刀，破刀是这个刀，啊，不过今晚咱拢写刀诶刀，刀，因为破刀咧，拢是用迄句号，刀啊号，哈，还是咱讲依靠啊号，是，这款的方式，哈，是，所以安尼终于了解啥叫阿健生的破刀，哦，伊破刀咧，比较咧，你心情当中是咧较正经的对啦，哈，想要打比赛啦，练笑话啦，还是练功的这款人咧，哈，安尼无，真是你知影咧，咱这部内底学偌济物件咧，拢是咧开讲，拢用咧聊天对不对？啊，唔过有闹迄个站处的差别啦，哈，对是无底线，全部都一样，所以。叫做破刀，是阿健生的破刀。我是当牛，我是阿健。多谢你今日收听阿健生的破刀，咱后次再会。多谢。
新的报道由教育电台高雄分台制作，邓宏景教授主讲，邓宁主持，多谢收听。